大家好，我是橘子，欢迎收看本期创意黑哥，喜欢的小伙伴给关注我们。提起大海，相信人们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沙滩和美女。一般沙滩的沙子都是黄色或者白色，而在世界上有一处粉色的沙滩被誉为浪漫沙滩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这个美丽的沙滩位于西印度巴哈马群岛，一眼望去整个沙滩几乎都是粉色，充满了浪漫情怀。然而想要体验一下这个美丽的沙滩并不容易，因为这个岛相对来说比较偏僻，必须先乘坐飞机抵达岛上，再乘坐当地很有特色的海上出租车到达这片沙滩。虽然旅程的折腾让人觉得很辛苦，但看到沙滩后都会被浪漫的少女粉所吸引。这片沙滩呈粉色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这片沙滩附近有大量的粉色珊瑚礁，遇上涨潮时，大量的珊瑚虫遗骸就会被冲击到沙滩上，风化后就变成了粉色的沙粒。当地对于这片粉色沙滩也非常重视，巴哈马政府对这片海滩的保护可谓十分到位。正因如此，十几年来这片沙滩丝毫没有因为大量游客的涌入而改变，也有越来越多的情侣愿意到这里游玩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该视频素材来自于网络，由创意黑科剪辑制作，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